小六，你服个软，是你错就认错。六哥，求你了，你走吧。东新城没你这个人了，不管你到哪儿，不管你管谁叫师傅，我绝不拦着。从今往后。 我和你没有任何关系。哎呀，小六，认个错。小六，别犟了，小六，快认个错啊！赵，别让老师生气了。六哥，六哥，让他走。林阳，林阳。 谁没有犯错的时候？认个错怎么了？林阳，我的话都不听了是不是？练球去了。 怎么忽然想练球了？试试新杆子。嗯，你们球室杆子不错，一看就是老板懂行。小果。嗯。以后我要犯错了。 给我个改正的机会，行吗？不是说出轨那种。好，3次，10次也可以。逗你的。 限量款啊，笑这么开心？啊，限量款，你还笑得出来呢？你都去练狱组了，你那个组啊，有70%都是汉将，全是玄之界排名最高的那一撮人。哎，我想想就不寒而栗。反正都要碰上，提前遇到也挺好。哟。 你心态倒是挺好的。嗯，如果目标是最后的冠军，那小组赛遇到谁不都一样吗？说得好，霸气。哎呦，我想再去练会儿球。好。 哎，那你注意点啊！我今天刚从队员那儿回来，他让我今晚不能再练了，要不明天正式训练多困难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好，走了，注意安全啊！拜拜。
听说你在炼狱组啊，紧张吗？还好。听我师弟们说，你跟林一阳很熟。对。他最近还好吧？挺好的。今年硕士毕业，也拿到读博的 offer 了。那就好。我在囚房碰上了程岩，他问你还好吗？他会怎么说呢？这么晚还在练球？反正也没事做，再练练。训练不能过度。只有半小时，不多。你和他过去一个囚房的，能不熟吗？总算是想起我来了，你去楼下囚房找一下小谷吧。这么晚了，我找你女朋友不太好吧？程岩在，我怕小谷多想。不是，这怎么碰到的呀？我跟你说啊，我这次可不是为了你去的，我是为了因果去的。